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大家做出酱草。这个就是出酱草，我这里做的是三二出酱草，做了两个，这里三个耳朵，这里也是三个耳朵，三个耳朵。好，我们取一根线，用彩色的线比较好分辨一点啊。把这根线这样子折过来，然后再用这根线包住，这样子包住这根线。然后用这根黄色的线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穿出来，这样子包住啊，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是错的啊。然后把这根线，把这两个线包住，然后再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从这个线的下面啊，穿出来。这里又有一个耳啊，这里也是一个耳，这个耳也不能这样子反过来，这样子反过来就是错的，这样子这个耳，然后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就是用这根线来包住这根线，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好，把这个线先抽紧。好，我们这个出酱草差不多就成型了啊。等一下再把线调一下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把线调一下，调好一点，调小一点。好，这个自己调，我调的也不均匀啊。好，我教大家怎么做第二个，做这个，第二个怎么做，也是跟先前是一样的，这里做一个圈，做一，然后再用这根线来包住这根线，一样的做法，也是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这样子啊，然后包住这两根线，就是包住这个圈了。还，现在不是用这个线来穿这根，穿这个圈里面去了啊，这根线不穿了，我们用这根线来穿，从这个线里面穿出来，还是从这个线下面啊，这样子穿出来，然后从这个圈里面穿出来，这样就是一个，又是一个出酱草了。我们把线调一下，这里再调一下，调小一点。这就是两个出酱草，就是这样子做的啊。这个线大家自己去调一下，我这里没有调均匀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